你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不是很容易就看到他收到一些粉丝的礼物啊，什么这些，你都要。你的男友就是一个有众多粉丝在表达好感的人，这个也 OK 吗？OK 啊，他们，我觉得有粉丝才会有他们呐。是啊，可是这些粉丝都会觉得他是他属于他们，而不属于你啊。有粉丝会攻击你吗？我真的好在没有什么粉丝攻击我，就是他的粉丝还真的都挺喜欢，我很意外这件事情。OK， 那就好。